来嘞。哈，小姐啊，啊，这是阮南田南田宫呢，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对呢。无啦，我昨来拜拜的时阵无看到你，就想讲你应该伫咧礼仪社无用。哦，平安啦，我庙内有代志要办啦，所以我请假无去上班啦。等。哇，啊，今日什么大日子啊？佮特别打扮，哇，唔过吼，水是真水啦。安怎，你是袂寒哦？请你啦。嗯。多谢你啊！你无讲我无发现，开始有淡薄仔寒。你哦，了准家己是神力女超人哦，莫安尼啦，爱水唔加流鼻水哦，三宝身体，身体爱顾啦，啊穿好烧啦，那不到时阵感冒你真正有够杂念的呢！啊，我特别赶来拜拜，甲外头靠伫咧车顶。哥再讲啊，我会穿安尼咧，就是因为我答应阿妈，讲伫要过年啊，要陪伊去关怀独居长辈。我跟你讲，我今日要表演。表演，不怪哦，穿甲这么特别，今日有气质咯。阿三，有没有把你迷倒？拜托诶，讲你两句，阿你买水翘起来哦。嘿，买水买翘嘛，有本事翘好不？来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嘿，呜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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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这样机车的啦，我这样欧乐，我想我应该先讲一半。啊，对了，拜三你有闲无？有一个知名的歌仔戏团啦，啊，要表演迄八仙系列，邀请我去啦，要做回来无？哦，我知你讲的，迄团足有名，我嘛就想要去的。啊，要拜三，我应该无办法。哦，迄天你有代志啊？是啊。啊，拜三迄天我有安排好景，应该是不该中华，我看我应该是无法度去啊。不要紧啦，总是有机会，后加再搁讲啦。你今仔日的慈善活动是到几点？我到下晡就开始啊，应该日头落山进前就结束啊。日头落山，你时间会赴，我陪你去。你要去？对啊。老大人爱劳力啦，我若去哦，凡事会当出一分力啦。我蛮会晓。哦，那你也是大姐出欢喜的哦。哎，紧放开啦，是大要看一支表演啦，紧放开啦。